算起来，这已经是我当中餐厅合伙人的第三年，经验嘛，多少有一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想好了，要做就做一块万能的砖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。我是尹正，我又要开始努力了。有缘千里再相会，诚意满满中国味。7月19日起，每周五晚10点，午粮夜中餐厅。